婆家价值观太偏差，狠心婆婆苦吞现世报。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没打过工，一直会赚钱，你钱就拿出来家用就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给我儿子压力？养出一个这么没有能力的儿子，还讲话那么大声？你已经生两个女儿了，所以这个扣打不准生。护士就出来，上面闷闷的，哎呦，这个妈妈怎么舍得拿掉男生的双胞胎？哎，男生那个老太婆啊，坐地痛哭，报应哎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